反正我是十七时代起源，嗯、终于开放了，在台湾，哎，取消，好，我们今天可以玩了、啊，对，上市，很快很快，哦，好可爱哦，哦，这个就是游戏的主页面，哇，这个点这个冒险，哎，点这个冒险，哦。像很可爱，预计八点可以获得。然后呢，我们来看一下哦。这是零，马上来玩第一关。看了一下，一只一，好可爱哦。选择宠物，我一开始就有三星的宠物是吗？如果驯兽师体力把最后一个宠物准备好了，所以一次可以放五只，加主角六只。这边是属性的克制，风克地。水克火，所以风地水火这样子。哦，虫媒里的那个用它可以听得什么虫的？哇，超酷的！哇，好可爱哦！等一下，战斗开始。哇，好可爱哦！你这边可以攻击。哇，这只飞龙超可爱的，这我比较喜欢这只飞龙，而且它们的属性都不一样哎。哇耶， yeah, 有两倍速度了。那这边我们就可以用两倍的速度。你这边，哦，出现一只好奇怪的 BOSS。这边可以集中攻击。你可以用两倍的速度哦。这个是什么？集中攻击就对了。哦，那这边可以释放技能，对不对？那这样你们可以选择自己要攻击的对象。好，那进行攻击。哇，又回血！哇，超酷的！都是恐龙哎。哦，这样就赢了。哇哦！我获得一只宠物。起到村子里来，我也是。先指定。好，我们真的可以取名字了。然后进入到游戏里面。哎，谁取我的名字啊？点点点。名字竟然有人取了，好笑哦！好吧，我们来一下这个洞窟。然后这个宠物领养所。你好。哦，好多高级的宠物，我可以抽一颗吗？马上来抽干，我可以抽到什么？哇，超可爱的！哇，拉奇鲁哥哈，三星的耶。有五种稀有度，传说英雄、稀有、高级跟普通。那这边可以抽取一下免费的。哦，好可爱哦！哦，波尔，格尔顿。恭喜你！心灵。博士吧，不错。真可以继续冒险。野猪，好，然后第二关一只二，那一只我们一样拍它。按下自动配置的话，我可以自动配置，哇，都蓝色的。我可以体验一只，我感觉就是很好玩。哎，有三倍速度吗？我不知道哎，目前只有两倍。那左上角边有属性的刻字给大家看。这边，那这个地图可以，哎，点这里可以交换宠物来，哇哦，原来如此。哎，我们先进行开始好不好？然后这边可以看风克地，地克水，水克火，火克风。
功课地这样子，所以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属性的克制。那打关卡的时候会比较轻松的打赢。像是这边是风的话，我们要使用火系的去控它，比较优势。我可以捕猎了，是不是？哦，所以这个系也可以捕猎。哇，好有趣哦！怎么补啊？五十，然后要补这一只吗？可以补 BOSS 吗？哎，真是抓到了！哇，太可爱了吧！哇哦，好可爱哦！这边可以一次给他大绝招了，一波了，一击必杀。这是什么啊？集气攻击会比较痛吗？集气攻击应该会比较痛。耶，赢了！啊，他可以恢复？为什么卡卡特的恢复？耶、yeah ！哇，超可爱的耶！赢了，赢了！太酷了！我获得灵魂碎片，哦，全部升等哎！下一关，下一关。这边要教我们什么？来看一下哦。我继续这一关。那这一关我们一样可以抓东西啊，就是刚才是不是有抓一只？那这边是技能的管理页面，这边可以觉醒。那觉醒完以后呢，要消一些磁板，一些东西，那就可以进行觉醒了。对，那觉醒之后，他就可以获得新的技能。Yes， 你看我这次就可以有两个技能了。那当然要升到最高级，那还可以进行强化。哇，超酷的！哇，这样大家应该会强化了吧？会强化跟觉醒了。哇，好酷哦！继续玩，继续玩。在这一关是一只伞，我们一样继续前进。哎，我目前拍的是这三只，一二三，加我主角一只。长按是什么？哦，长按可以看一下哦。好，那这样一开始就可以捕捉了。哦，你看这样就可以攻击了。集中攻击就是全部的人都打同一只这样子，那他就很快被秒杀。那个鞭子那个可以进行捕捉，如果看到喜欢的恐龙的话，可以把它抓起来。下关吧。亏了，这边可以看达成度，还有达成后就有这边这些奖励哦。下一关。哦，我可以抓那一只吗？啊，能抓小只的、哦，我不要。我先把前排的达子看可不可以抓达子的。哎，这一关是不是两个 stage 而已啊？哎，对耶，哎，这应该是第三个 stage 了。哦，对，下面这两只可以进行替换，没记错的话。哎，我们先把他们的大绝招释放出去好了。看来要释放一下我的，可以释放这个吗？我觉得这边是不是可以换？我可以随时切换耶！哇，好猛哦！所以等同于，虽然可以放三只，可是你可以随时切换你的怪兽出场这样子。哇，我这一只也太猛了吧！把他们都轰死了，我可不可以抓啊？啊，忘记抓了，不是啊。还没抓就死了，可惜哦，全通关呢。好，那这边升到了三等 ，yes， 还可以加好友数。哦，这是什么？
这边可以获得蛋蛋吗？宠物抽奖券哎，达成就可以获得了。哇，好好玩哦，感觉真的不错。哎，先说一下信箱。哎，我记得我有登录那个事前的奖励，是不是？事前的序号，大家可以去领一下。应该是从我先说一下，说一下信。哦，经验草应该是从那个吧？我看有没有事前可以领哦。等一下，优惠券对，就是点这个优惠券，那这边可以进行领取，从这边输入吧，对，把这个复制然后贴上就可以了，然后宠物领养所是孵蛋的吗？我是罗星博士的助手。那抽一次要300啊。那下面这边有很多可以抽。还有什么呢？背包的话可以随时管理自己的宠物，或是零食之类的。好友管理的话，可以看一下有没有人加你好友。对，那就可以附送这个贝壳哦。任务的话，哦，每日任务的经验应该很多，大家可以。像这边就有加货店可以使用。对，然后宠物领养，这是每日任务很重要，每日任务的奖励啊。我先把任务的奖励拎起来，哇，好多钱哦。每日任务捕捉，还有领养，跟冒险挑战，这三个还蛮简单的，对不对？我是罗星博士的助手艾莉亚。好吧，然后我来领一下事前奖励好了。我看我没有收到序号哎。有抽两张抽奖券哎，抽到觉醒时，点击 ，yes， 这个水之石，还有活动什么？哦，耶！我得到了一个抽奖券吗？马上来抽！哇，宠物选择券哎！哇，好多只哦，太多了吧？我要选哪一只比较好？哇，超可爱的，太可爱了吧！好犹豫，鳄鱼也有。我好想要这只哦，我们可以把它转去后面看。哎，这只比较可爱，而且它们的属性都不一样，属性很重要，所以大家要去选择一下。哇，超可爱的，这大象最有名，史莱姆象。呜、哦，公鸡也很可爱耶。哎呀，这只好可爱，我也蛮喜欢这个的。可以看他们的技能吗？支援型的英雄。哦，可以召唤傀儡。哇哦，我犹豫要选哪一只哦。可是这只也很可爱啊。其实你们可以去看啊，它是属于什么？属于什么形态的？像有一些是支援型，那有一些是控制型。对，其实他们每一只的形态都不一样。我觉得刚才那一只比较好哎，就是我刚才一开始看到那一只，因为它可以召唤那什么，召唤那个，对，这只。哇，好可爱哦！我先看他们的绝招，可以让人家催眠，恢复气力，恢复攻击力耶，召唤傀儡，挑衅对方。这个呢，攻击对方。那这个呢，恢复我军。哇，整个都是回血技耶。哇，超酷哦，可以骑乘耶，有些可以骑乘耶。
好可恶哦！所以是不是要选那个可以骑乘的比较好？是不是要选可以骑的比较好？剩三天，我先留着好了。好，那我们这一集就……等一下，我先领完这个测验小活动。啊，我不知道哎，江美王吗？哦，打再一次 ，yes， 哇，西游刀传说的每日小测验，我真的猜中了，赶快来领。哪一个啊？这个吗 ？Yes， 直接抽一颗。好吧，那我先留着啦，然后去打听一下，看哪一只比较好。这边是什么？树边，答对的话就可以获得水晶。问题，请问最快的龙是什么？耶，哇，200耶，送好大哦，太棒了，哇、wow ！然后我要去看一下我，恐龙研究所里面有什么？恐龙研究所里面好像是我的恐龙，对不对？灵魂石。灵魂石是什么？欢迎你来控。哇，好酷哦！所以这只就可以召唤宠物吗？哇，真的，这样就召唤的一只高级的这个猪猪了。原来是这样子啊！好，所以这边就可以看我们刚才召唤到的东西。这只，它在哪里？哦，就是会加一些东西，哇，好可爱哦！太可爱了吧，卡比特，好可爱哦！宠物领养所看一下。我是罗星博士的助手。哦，可以免费抽一次。好吧，这一集先玩到这里。那影片下方记得订阅 YouTube 频道，去收看更多影片。那我们就玩到这里咯。